来看间谍案，空军有一个已经退役、退伍的姓刘的上校呢，退伍了去中国做生意，被吸收成为中共的间谍。等来台湾了，伊成立空壳公司，吸收现役军官，收集重要情报。依照情报的重要性，以每笔30,000至100,000不等，要求军官提供重要的记录。前后有8年，有6个这个现役军官涉案，其中4人因为案情较严重被收押。国军搁一位被强调案，包含6位现役海空军校军官，含一位姓刘退伍的空军军官。根据警方调查，姓刘的军官2013年退伍了后，去中国做生意，却也叫人买收。因为过去伫咧军中的人面，8年以来有6位现役军官，涉入军中争取达到赚30,000到10,000，因为过程却别个阿兵搁看到主动检举，代志才会曝光。那么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加强整个官兵的教育。那么同时呢，秉持现代模式跟国安单位做紧密的结合，那么以防堵中共对我们做所谓情搜，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。经过高雄地检署约谈，4个人防守啊禁见，剩的3个人以10,000到20,000交保，共保埋含国安单位配合调查，配合检调单位做非常周延的调查。那么对于案情的细节，包含你刚刚问的这些我没有办法做说明。那么我们相关单位立刻做监控，那么做损害的管控。交保的3个人，听讲还搁伫咧试探的阶段，敢会调职，或者是甲因踢出去？国军还搁伫咧想，因为涉入军主是真严重的代志。退伍的军官还搁当了解军中的代志8年，国军的保防教育，看起来还搁有真侪爱改善加油的所在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